今天回家从一楼坐电梯的时候，跟我一起进电梯的女生对我说：“不好意思，帮我按个二楼。”那时候我心里出现了两个问题：第一，小姐，你那小皮包里装了几吨重的黄金？还是你后面背了一只河马？你要坐电梯去二楼 ？Seriously？ 第二个问题，她对我说的“不好意思”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比如说在学校，坐你后面的同学掉了一个橡皮擦，橡皮擦滚到你的椅子底下，他会跟你说：“不好意思，我的橡皮擦。”这里的“不好意思”就表示麻烦你帮忙一下，所以我今天在电梯里面碰到的女生要我帮她按楼层，她就用了不好意思这个很有礼貌的词。可是不好意思也有其他的用法。哎，你踩到我了。哦，不好意思，这里的用法就是对不起。你有一头天衣无缝的头发。哎，真不好意思。这里的用法表示谦虚，虽然那是事实。那是我的梦中情人，可是我不好意思去跟他讲话。这里的用法表示害羞，所以不好意思可以用的地方真的太多了。谢谢收看。